抓到绝招。Uncle， 为什么欢迎动起来？哎，苹果，臭苹果，你刚弄死我！他掉下去了，笑死！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拿铁，今天要来玩一款名字很特别的游戏。这款游戏名字呢，我刚刚稍微翻译了一下，它的名字全名叫做《兄弟瀑布终极对决》啊。这款游戏呢，其实我没有玩过啊，可是据说看它的图片有点像那个糖豆人，然后糖豆我没玩过。好，我们邪恶的青花菜躲起来了，大魔王，然后我们是被抓起来的蔬菜水果，还有蛋糕，还有甜点，什么都有。我们要加油啊！是时候发挥真正的实力了。怕被偷袭？哎，可恶！我竟然自己掉下去。跳力没有很强，他手都会开个机器啊。哎嘿，害人害人！啊，可恶！我会爆炸，还爆炸！害人还要什么？哦呦！要认真玩，认真玩！快走快走快走！林咒凯，林咒凯。拉他，他再就下去了。哎呦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拉他！要死要带一个替死鬼啊！哎呀！哦，太好了，到第二关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走开，走开！哇，你想干嘛，番茄？走开，走开！走开走开，哈哈，不要靠近我！哦呦呦呦，把你踩到！哎呦，这个干嘛？这个干嘛？兄弟，想闹事是不是？闹事！哇！我错了，不该跟他打的。我有话好好说啊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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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去下去！哇，这个番茄，这个番茄，最后这边过关以后可以打架。有带一青花菜了。这边战况比刚刚前面还激烈啊！我们的番茄下去啊，番茄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游戏太暴力哦！好，朋友结束了，这周过关了。好啦，拜拜啦！蔬菜水果们，健康好喝的蔬菜水果汁啊！就刚刚可以扁那个青花菜、欸。好，来这个关卡，我想要过过看，太好了！直接挑战这关。为什么？我是被人家撞到，被人家撞到。哎、欸，哈哈，被撞直接死啊！可恶，走旁边一点好了。有没有？那边撞在一起的就直接死掉了。欸、可恶，我可以直接过哎、欸。是要停两次。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又头痛了。这个好烦，这个关卡好烦。哎、欸，我刚那个苹果是不是想抓我 ？Apple 小姐，别闹哦 ，Apple！ 哎、欸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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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抓抓，掉去掉去。开卡视角啊，好烦哦。他这个很卡视角，久久看我有点像派大星。好，我们这边刚刚过不了的地方，给你先跳，给你先跳，抓你，跳过去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哎呦，已经有过比刚刚多的地方了。不要害他哦！不要害他，害他等下害到自己。哎、欸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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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喂喂，好黏！耶、yeah! ，我过了，打架喽！打青蛙菜哦，还好还好，过关了过关了。我现在是22个人，哦，这关可以，这关可以，这关我过得了。只要视角没有问题就好，而且这种类型游戏最重要的是不能心急，你要稳稳的过。
然后不要跟人靠，不要跟他们靠太近，靠太近会被抓，或者会撞到。走左边，走左边，会先死一批人。来，我先死一批人。哎呦！龙虾，你在干嘛？龙虾在跳舞。这龙虾王冠。哦呦，这死一堆人了。我已经抓到绝招了。林哥，为什么欢迎动起来？哎，苹果，臭苹果，哈哈，你刚刚弄死我，哈哈，他掉下去了，笑死！怎么刚刚苹果弄我吗？然后我第二次弄他，他跟另外一只掉下去，他抓错人，哎，哈哈，敢抓我，马上爆头！哦，哎，这个爆炸时间怎么抓？过了过了过了，拜托拜托拜托，老天爷拜托，不要开不要开！哇，一千开运气啊！过了过了过了，打架打架，冲啊！修帕，青花菜你搞鬼啦！哎呦哎呦，我晕过去了，打不下去，他太壮了。这有个波士顿龙虾，我看到吗？他拿一个通马桶的，十个人而已。完全不能失手，完全不能失手，我也会变脸。啊！可恶！这个游戏真的很快，刚有我第一名的就被烤了。哎，可恶！我怎么会掉下去？奇怪。哈哈哈！害他被抓，我有够坏的，坏坏惹人爱啊！拜托，不要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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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！哈哈，想想偷抓他一下。可恶！过了过了过了，我刚想把他拉一下。好啦，我又过了第三关了，再挑战第四关。这一场能不能过呢？不知道。其他蔬菜下场应该不用多说了，就是变成蔬果汁。这些参赛者是我们最后一回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特别介绍？哇，章鱼烧，这要怎么玩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我就不知道。站在汤上面活着，打架。打架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在上面逃，不能掉下去吧？不能掉下去是不是？走开，走开！太难了吧？哇，七十蛋糕，你加油啊！哇哇，龙虾赢了，不过不错啊，我玩到最后了，玩到最后一关，好，玩最后一次，玩最后一次，这个真的是有点差一点点。好，来哦，十个水果只有一个人过关啊！哟，哦，我觉得先活下来比较重要。哇，再走开，走开！哇哇哇！哎呀，哦哟，怎么没掉下去？臭香肠，香肠肠冲着我来啊！我现在就是一个敌不动我不动，打不动他，我有还要没掉下去，我嘎仔，趁现在，我青蛙菜好厉害，青蛙菜，哇，没办法，直接沉下去了，好，看最后谁赢了，青蛙菜很凶哎，青蛙菜很凶哎。他用跳跳打法，哇塞，不行啊！我们兄弟是被打到不要不要啊，含泪逃跑中，他在流眼泪，完了，青花菜赢了啦！啊，可恶的青花菜，我刚才在那一波又掉到水里面了，变态！青花菜那边，青花菜应该是魔王吧？我第四名 ，OK 啊，我觉得我进步了。
好，这款游戏呢，今天就玩到这边啊。主要是一款疯狂水果大乱斗啊。然后玩起来，如果你有玩过天天玩乐园啊，或者是糖豆人，会觉得有点相似哦。然后它实际上英文是英文名字哦。然后目前是免费的游戏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版本好像是要付费啊。然后就看你们想玩的话再付费买吧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，可不可以喜欢请订阅我来通知铃铛，后面会继续介绍更多好玩的游戏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